燕子来时新社，梨花落后清明。中国天文年历显示，今年清明的准确时间为4月5号9点51分。作为24节气之一，清明在仲春与暮春之交，清明一到，气温升高，是种植庄稼的最好时节，于是就有了清明前后种瓜种豆。清明不仅是节气，也是我国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，主要纪念仪式是扫墓，另外呢，也是春游踏青的好时节。